乳腺增生是可以形成增生结节的，而这个乳房的结节的原因呢就非常多，有可能是这个增生，有可能是乳腺的纤维瘤，还有乳腺是囊肿，也有的可能是就是乳腺的恶性肿瘤，就是咱们常说的这个乳腺癌。具体还需要这个根据这个这个临床体检，还有这个疾病的发展，还再结合一下这个辅助检查来进一步诊断的。乳腺增生病患者，这个如果出现这个临床表现不典型，或者是没有明显的这个经前乳房胀痛啊，仅表现为这个乳房的肿块呢，就是特别是单侧的单个的，直硬的肿块的话，这个应该还有这个乳房的纤维瘤呀，还有这个乳腺癌要做一定的鉴别，尤其是对这个中年妇女，这个高于这个45岁到55岁这个妇女呢，是一定要排除的。这个一旦是这个乳腺癌，如果能够不能及时治疗的话，这个是危害是比较大的啊。对于这个乳房的肿块的话，单发的，就是这个伴有这个经前胀痛的话，触诊也比较疼痛的话，这个一般的情况下是可能是这个良性的肿块啊。